好的，欢迎来到赛后访问。我们邀请到了运营杀手本人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们来，邀请到了薛喜耶。大家好，我是薛喜。对，刚刚聊天是刚刚一直刷，这真的跟你很像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好像是都长脸吧，好像这样。对，长脸，然后都是那个认真练习的一个选手，这样。同样，你作为人上人，先发表一下自己的感言吧。其实还蛮爽的，就是很高兴，就是台湾刚好有四个，然后跟韩国就是有一个比起比坐的感觉，就是四个，16个有4个，其实很不错。对。他这几天世界赛在干嘛？在玩两张牌的。玩两张牌的。两张牌的，只能玩两张牌的。对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没有、还有看一些比赛，看一些罗杰的比赛肯定有看嘛。好，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讲一下罗杰比赛，应该大家很有兴趣。你的一些看法。就他组的比较极致嘛。就遇到战士就可能。你给多少意见？我大概只有10吧，还零，还，因为他比较不会听我的意见。OK， 好。就那个战士嘛，战士问题就只有炸弹，因为其他牌其实我觉得都组的还可以，就只有炸弹战，我觉得应该要再组好一点，因为毕竟他主要只抓战士嘛，那遇到战士还被人家就跑掉，就输在一张 DK。是。就是、不是 DK， 巴欧博士，差不多，就巴欧博士那种 DK。其实那时候我们在下面看比赛的时候，那个港仔就有说，千万不要让对手抽到 DK， 因为抽到就会逆转，真的就抽到就逆转。所以你也是赶快把锅甩给他这样子。我就赶快找个机会跟他一起逃跑，跟港仔一起逃跑，赶快一起跑，是不是？不然他等下来抓人，很恐怖，很危险，我觉得这样很危险。那除此之外，看比赛来现场应该有参与一些活动，或者在附近逛一逛，参与我们的设施。对。理论上是因为是人上人被邀请来的话，就有些人会要参加关注活动，怎么样？基本上也没什么事，就打打玩玩而已，很无聊。没，毕竟嘛，还要跟上面人，如果能去的话最好嘛，就尽量嘛，就尽量。不能再关枪一点吗？你这样子快不行了。没关系，应该没事，应该没事哈。其实大家都喜欢你们这样子，对，真性情。那刚刚那一场有看吗？当然有看。刚刚那一场，那场其实打得算刺激，因为毕竟是中国内战，然后又两边牌组其实很像。然后第一场的时候战打法，其实我看到战士有包，就是那个包博士 DK 的时候，那个我就觉得战士应该会赢，因为下面的法师没有像罗杰组的那么极致。就有放两个末日嘛，打到最后也发，就最后被人家也没什么用，就被人家撑住。那个现在奥米加又太强，所以其实我知道抽到 DK 的时候，那个下面就有点没有希望这样子。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就对面的那个德吧，德打到人家的其他牌，其实打到 DH， 其实我看那个手牌，我也知道德应该是赢定的。因为下面只能放狗，因为放狗家要有个森林狼，可是没有，只有放狗的话，人家。德鲁有个稍微有个 buff 就直接变白痴，然后就很智障。然后我觉得他土壤应该要直接下，不能一直等。就在二费的时候就应该直接丢了，因为他都找到的话，是不是我说的嘛？对不对？对，不能等土壤放狗，因为太人家会铺场嘛，又不是人家不会铺。对，我觉得差不多。那你觉得有点怪怪的这样子？谢谢你同意我。你说不定可以上去打了。真的假的？是不是？我有机会，是不是？有机会啊！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那。今天结束之后呢，有什么想法？就跟罗杰他们一起吃个饭嘛，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。对，我以为你们常常聚在一起。没有，很难，其实很难。因为他比较不会想要找你。不是，因为很难，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点出现。这个今天晚上真的啊，很难得啊，我觉得这样办在这边，然后大家齐聚一堂，还可以跟国外的一起。真的，反正也不是。你有跟国外的选手和主播赛评最近有什么交流吗？当然，用英文交流的话，肯定是没办法交流。肯定是。Google 翻译的话可以交流。有，所以是完全不行的。完全 OK 听得懂。OK 听得懂。OK 应该大。他有说 No English， 我直接说 No。OK，No。转头就走，是不是？转头就走。抱歉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听不懂。No English， No，Sorry， 就走了这样子。对，今天应该会跟罗杰吃饭。反正。也不是我出钱，合理，反正，那谁出钱？应该是我钱。那都有世界赛，还有位置吗？应该，你要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问一下，可以帮问一下吗？对，因为反正大家一起走嘛，应该是可以。但我不好意思问，你就帮我稍微讲一下。大家好，都这样子，别这样。吃一顿应该没问题啦。可以，我们大家都支持他到现在这样子。对，没有错。那下一场你怎么看 ？Bloody Face 打 Hunter Ace。这两个应该也是就顶级选手嘛。对。就也是很刺激，就最主要还是看牌组吧。我记得8月是有录，
好像是，好像还是没有录。你说谁？刚开始，我记得哦，没有录吗？没有录。那就看他的那个。两边都没有录哎，怎么办？看 Hunters 能不能把他的贼跟猎给关起来，因为他是看快的吧。嗯嗯。因为战法很容易过 Hunters 的牌，所以就看那个 Bunny Hunter， 我不知道英文怎么念。布拉迪 Face， 布拉迪 Face， 布拉迪他们晋级。布拉迪 Face 的那个猎人跟贼怎么过，就是看他的贼猎人查度，查度，对对对，查度，查度怎么秀？哎，看他怎么秀这样。然后那就是看他的萨满跟他的其他东西。哎，讲到重点，你觉得他的萨满怎么样？他的萨满就是他的自身关键，因为昨天也是萨满输了嘛，就是他的破口，对，就是他的破口，就是他萨满要东西要到，然后那个阴谋最主要是要来，不然有可能会。可是今天有一场那个阴谋起手，可是还是哦，他没留，哎，没有，有一把有留两张呢，有一把有两张，他就中务员过了，路过了，哦，好像他那个好像有一回就直接虚拟币丢了，只是他没这样丢，哦，但我们在下面的人不能讲上面的人那个吗？毕竟他能坐在上面嘛，啊，对对对，好，感谢学习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剩下的我们今天结束再说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等等回来看下一场。